是新天气，高矮不在意，也不管几斤重斤，要有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，现在起心动脚步，绝对不要和命运连体体。下面一题出题，刺激刺激。哦，打乱歌词什么意思？赶快乱拼乱拼，看一下看一下。我只给大家十秒，我就收手了啊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，要写对正确歌词还是歌名？三、歌名啊，歌名是哪一首歌？二、一，是简单的，是简单的。好，就是那是一句歌词啦，啊，他把它打乱。这个是悲男主的八部合成，八部合成的一二三四五六，布农族，布农族，八部农族，我从这里，嘿呦。漂亮，漂亮，好，请看答案。我爱的人是正确答案，好，是永恒吗？哎，就是好，永恒的嘲笑声，嘲笑声，啊，永恒的嘲笑声，永恒的嘲笑声。75-75，平手喽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瞬间记得多穿一件，一天过了一天，我的日记却平添添，我们隔得太远太远，多喜欢你从来不会说，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，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。心动，哦，三二一，请亮答案。请立刻亮答案。来哦，立刻了，警方已经包围你们。爱没有时差，爱的爱没有时差。哎呀哎呀，正确答案是。准备要来淘汰的，现在只要扣了10分就淘汰一枚。下面一题出题，哦，很难呢，这个不能错了，不能错了。前奏题，有一首歌的前奏。好，好像这篇也会。好了，我坐旁边而已。一二三。新电西啊，我做新电西旁。新电西，真的会唱。有了，真的来了，新电西真的来了。想唱吗？唱一下，唱一下，唱一下。好 ，music，go。